孩子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二道小题。好了，哎呦，注意了，拿到这个算式啊，有些同学比较崩溃。乐乐老师，我没见过那个数位那么多的数啊！天哪，这题怎么算？难道你选择从左到右依次去算吗？反正我不喜欢，有点麻烦吧，而且好像都是那个散的数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么这样的一道小题，宝贝们能不能自己动脑筋来思考一会儿呢？先暂停视频哟。怎么样，做完了吗？有一些同学说，老师，这个题呀，我会发现仍然也是连加的运算，对吧？但是啊，很遗憾，怎么样了呢？这里面呀，个位上全都是九，那我就想找找那个位上是一的，但是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个位上是一的数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呀？哎，这个时候没有好朋友了。那我们说了，这个题就没法做了吗？哎，不是的，走着，思路分析，仔细来观察一下，这些数它好像都离某个整十、整百、整千，甚至于整万的数比较的接近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好，老师刚说完，整的比散的好，于是我就想，干脆吧，我就把它们可以分别看成是那个相对应的整十、整百、整千、整万数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 OK， 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我现在需要买一个练习本，好不好？哎，这练习本多少钱呢？我告诉你，19块钱。好啦，现在你就去买这本练习本，我们可以怎样去付钱呀？说老师，我会，我就拿19张1块的。就这样去做。注意了，给这个售货员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没问题。还有一些同学说，老师，太麻烦，我先给他1张10块的，然后呢，我再找找零钱去凑一凑这个9块，行不行？也没问题。再仔细动动脑筋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？哎，如果要是乐乐老师我去的话，你们刚才那么付太麻烦，我干脆，就掏出1张20块钱，行不行？行的。哎，我给你20，难道就算了吗？不行呀，这个售货员还需要怎么办？哎，你还得再找我1块吧，对吧？哎呀，所以你看看，这样的方法在有的书上也管它叫做购物付钱法，怎么样？你听明白了吗？好了，先来看一看我们的方法一，好吗？注意，相对应的写好呀。19，我就可以把它看成是20减1。再往下走，200减1是它，2000减1是它，最后是20000减1。下面我再要来算一算这些数加在一起何为多少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些同学说了，老师你看，算这个太简单了，2，2，2，2，注意，是这个样子的吗？不是，这个二可表示的是20，所以别忘了把那零补上，听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那我们继续，这整的算完了，散的呢，减了一个4吧，对吧？那有一些同学就会说了，老师，好大的一个数，去减一个那么小的数，再算起来怎么办呀？头发晕。哎，这个时候呀，老师建议大家，你看啊，我在算的时候就看看从尾巴开始，从末尾开始，谁能减4为止就定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0减4不行的，那么就是20减4，好不好？哎，20减4等于多少？16呀，所以前面的这个2照抄，最后的结果这儿是16。这个数你会读吗？说老师，20000什么样子的？22216，听明白啦？哎，这个数也要会读，好不好？所以接下来注意了，正确答案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宝贝们注意，跟着乐乐老师我们一块儿把这个20它的下面画一个小杠杠，用来提示一下自己，以后这样的问题呀，我们就用这个方法，你看特别的快，对吧？好啦，那这个呢，我们就先说到这儿。注意了，这一道题呀，我觉得方法一不够过瘾，还想再来说一说，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？走着。
方法二出现了，看一看你跟我的哪一个方法是一样的，好吧？哎，方法二，不是没有好朋友吗？没有好朋友，那我就可以想办法给他构造好朋友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小朋友，你得搞清楚哦，注意了，你说现在他们都缺一，对吧？那我这个一究竟是从那个小一点的数里面拆好一些，还是从大一点的数里面去拆呢？注意，小的比大的好，所以呀，最好我们小朋友怎么样呢？去拆一拆那个较小数，用来补一补较大数，听明白了吗？所以你看，我就从19这当中拿出一个一给你，再拿一个给你，再拿一个给你，请问19现在还是19吗？不是了，就变成了16，对不对？剩下的这些都已经分别变成了，你看，整百、整千、整万数，所以这一道题你看后面的结果非常的简单，跟刚才的方法一是一样的。怎么样？这一道题目两种方法，宝贝们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赶紧迅速的试试，将我们的笔记记好，好不好？哎，一起来看一下石老师点睛，注意了。那么如果我们以后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，题目里面没有好朋友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构造好朋友出来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以上的方法注意也属于凑整法的一种，我们管它叫做加补凑整。加补凑整适用于那些接近于整十、整百、整千、点点点点这样的数。怎么样，这一道题你听明白了吗？